嚟到大興南站，就去一間叫做永隆嘅中學啊。陳家興啊，係啊，光頭仔嚟噶嘛。好啦，而家我哋咧就去參加一個都算係科技發明嘅一個presentation， 一個展示。咁但係啲科技發明咧就係、是。專為老人家而設嘅，點解呢？因為主辦嗰單位咧係叫做樂齡，叫做樂齡啊，樂齡，但係佢哋專搞啲同老人家有關係嘅、長者有關係嘅一啲科技嘢嘅。咁咧，今日我哋展示嘅產品係乜嘢呢？我俾個名字你聽下，一個就叫做長者自動乾毛巾機，一個就叫做。長者食雪條神器，想唔想知道係點嘅咧？跟我嚟睇啦！哇，落錯車仲要行咁遠嘅喂，卒之咪又翻返我屋企附近，原來就喺翠林行入去，喂，搞錯！但我見唔到楊家興嘅，唉，跑緊嚟啊！唉，唔係咯。近蔡依橋多啲喎，永隆中學、嶺南大學，好，我哋有個 band 喺度，可以幫助他人，想有共鳴，輸個分享，因為就係我哋嘅展示啦。是依班就是大使，你哋就是工作人员。OK， 唔该晒。我哋好早嚟到啦，好啦，六间中学差唔多到晒啦。我系李怡，乐齡科技360专才培育计划嘅教育主任，亦都系今日嘅主持人之一。非常之荣幸咧，同大家一齐去参与今次嘅典礼暨成果展，亦都好高兴咧，有我身旁嘅陈国强先生 Alfred 一齐担任主持人。我哋领带嘅团队。除了正義同我之外呢，今天還有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教授、嶺南大學政策研究院與亞太保健學研究中心項目經理蕭佩儀女士、青年會書院、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首先，我哋先睇睇計劃回顧嘅片段。接下來，我哋好高興邀請到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教授喺錄製片段裏面為我哋致辭。在新田博雅教育的理念，比嶺南同多間中學合作，在
落喺科技360專才培育計劃裏面，透過跨學界、跨學校、跨年齡合作，提高咗三個階段嘅全方位互動學習嘅體驗，俾學生增加對落喺科技嘅認識，以及培養佢哋有正面嘅價值觀，多主動關愛長者，推廣長青共融。我哋邀請中國基督教會行李麗芬紀念中學的學生代表上台同我哋分享。學生代表係包括咗邱月勤同學、袁夏希同學、張子峰同學、伍樂欣同學同埋姚嘉興同學。我哋會係透過呢個包裝同我哋大家分享有請。
基督教會譚美麗分店中學的學生分享，他們一來就介紹了他們很享受和長者互動的過程，亦都嘗試去將他們關心長者這個很有同理心的需要去發明了兩樣的產品，包括就是剛才的雪條的神器和光毛巾，亦都令我真的大開眼界，非常厲害。譚美麗分鄭州嘅導師為佢我頒發呢個證書，有請證實。當中咧，我哋都想邀請袁柏希同我咧作為代表佢哋出證書嘅，唔該。好，多謝謝祥同學。咁接住落嚟咧，我哋想邀請嶺南大學。咁祝各位咧身體健康，校園生活愉快。下次活動再見啦，大家拜拜。做一個活動，聽日又繼續個活動啦嚇。聽日我哋去會展，咁今日分享咁多先。我係卡老師嚇，喜歡我嘅影片嘅，請你關注點讚同埋轉發開啦，拜拜。